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我又来了啊。这两天我看我那个视频里面，好多评论都是说让我带我老爸去吃点好吃的。他们都知道我老爸干工地没有吃过好的。刚好呢，我今天路过这个龙岗路跟长江路交叉口这个地方，有一个这个老街坊劈柴院，羊肉做的特别好吃。然后呢，带我老爸一起吃点羊肉，然后再配点这个赖酒和私藏酒，贵州原茅台厂长李兴发的徒弟曾传正酿造的，这个酒不错，跟我老爸一起。吃点好菜，然后弄点烧酒，小酌一杯，走。你吃饭吗？没有。几个吃啊？对啊，随便你看到哪里就吃。我带你吃的羊肉吧，这边有个羊肉做的不错。好。好，那个酒我给你带出来。好。走，我带着你走，咱去点过去。老街坊劈柴院啊，兄弟们啊，老街坊。今天带我老爸还有一个朋友过来吃这个羊肉啊，这个店来过好多次了，味道不错。你们两个吃什么？来，老爸你吃啥？还有那个兄弟你吃啥东西？行，都可以啊。你们看着点啊，看着点，这品种很多，看到没有？什么都有啊。对，看到没有啊？烤串什么什么东西的。老板家生意火爆啊，你看门口都坐满了。这个生意好的不得了啊，你看这人都满满的，我天哪！老板娘，你这个位置没有了，包厢给我啊，给我们找个包厢吧。没有了，你等一下吧。哦，那我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好好，我等一会儿。啊。这什么师傅？羊排。羊排是吧？哦，这个有食欲，都在滴油啊。这一份多少钱？这个179一斤。179一斤是吧？79一斤。好，一会儿给我们搞一点啊。好，看看这凉菜要不要来一点？哎，搞点凉菜。搞点什么凉菜之类的要不要来一点？啊，你们吃，你们点，你们都不好意思点。来，老爸你点。啊。老板娘，你家有什么拿手菜啊？你介绍一下。啊。什么猪打菜？打菜多，铁锅炖公鸡，铁锅炖酱骨，还有肥肠鸡。哦，都是猪打的是吧？对，肥肠鸡，一个烤羊排吧，新鲜的。羊排夹子肉，这羊头都烤了吧？烤的，烤的红烧的都可以。这多少钱一斤？这是58烤的。这个羊排是夹子肉是79一斤。79一斤是吧？那么俩这凉菜怎么卖的？这凉菜都是赠送的。哦，这全部都赠送的。哎，对，都赠送的。凉菜赠送是吧？哎，是那个，我们点了一个这个红烧羊头，你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这个有食欲啊，里面配菜也很多。这多少钱一份啊？这是68一份。68一份是吧？有这个分量不少啊，分量很大一份。我们点了一份肥肠鸡178，我估计这个有89斤应该有吧。然后又点了一份铁锅炖公鸡，兄弟们，这个量也很足，我估计也有个分量也不少。这个是像那个什么铁饼一样，就那个铁锅饼是吧？啊，这个有食欲啊，像那个感觉像帝国鸡一样。我们又点了一个烤羊头，他们家拿手的，58块钱一个。这个羊头看起来也不错，有食欲啊。一会儿咱们一起搂它。兄弟们，我这178点了这个肥肠鸡，你看看，兄弟们，这个量我估计8个人应该够吃。这单起来的话有10几斤，我估计，不夸张讲，最少得有10斤重。这个，你看，我的天哪！今天让我爸爸还有这个朋友吃过瘾啊！平常你们说我不舍得请我爸吃饭，今天一定让我老爸吃过瘾啊！今天跟我老爸还有我这个朋友一块来吃个这边的这个肥肠鸡、羊肉，还有这个羊头之类的啊。我们之前来吃过，味道很不错。来，我先给你们倒点，来点酒。这么好的菜，我们不能没有酒是吧？这个赖酒盒啊，私藏酒，我这个兄弟第一次来，今天让他尝尝这个酱香牛肉酒味道怎么样啊？来点酒线，又细又长，看着，你看，再拉一点，来点酒线，又细又长，来点酒花，看到没有？落在杯子里像开了花一样，看到没有？来点酒花，源源不断，好酒啊！来，哎呦，我敬你一个啊！好，送你。尝尝我们这个酒，尝尝这个酒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我老爸喝了很多酒，酱香浓郁。对，酱香浓郁。来，先吃点，别客气。来，兄弟，放开了吃啊！啊，吃饱。你点这么多，肯定要放开吃啊！一定放开吃，对。放开吃不完。你那找吧，那才多10的。这桌子不说10个人，6、7个人够吃了是吧？60个人可能够吃。肥肠鸡，第一次吃里面有肥肠，看，好吃。哎呀，好吃。你吃吃饭不客气啊。放开了吃啊，兄弟，哇。不过吃咱们的点，人家砍个羊头啊！啊，等会儿，马上把那羊头砍开。哎，我也给他饿坏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是吧？
来，兄弟兄弟，别客气，过来。哎，谢谢谢谢。这是公筷，这是公筷啊，我知道。公筷公筷，来点肥肠之类的。好了，我自己来自己来，练吃。再来个肥肠，肥肠非常。这么多。好，再来点肥肠，来来来，别客气别客气，我怕你客气别客气，放开了吃。啊，来兄弟们。嗯，哇，好香！对，四分帝国鸡差不多，就这一盘顶四分帝国鸡，很重很重。哎呀，来，我们干一杯吧，我们干一杯，来，来来，爷三，哎，对的，我们爷三来干一杯，来来。这个酒味道怎么样，兄弟？这个酒，好喝吧？是，不错。我以前喝的那种，我以前喝过茅台是吧？但是这个本来也是有那么点意思。有那么点意思吧？茅香味也是比较重的。对吧？我老爸喜欢喝，说实话，我老爸很喜欢喝这个酒。而且这个酒啊，喝起来粮食味十足，喝起来浓郁。就用家乡话说，就是味不寡。到喉咙这里不燥，而且不辣。说实话，这个酱香酒喝着就是舒服。打个嗝都一股这个果香的味道，跟别的酒还真不一样。喝完之后浑身暖洋洋，非常的哇塞。来来，兄弟，老爸，我们几个再干一杯吧。但咱们还是那句话，浅尝不要去酒啊，不要去酒。来来，浅尝来。啊，好喝吧？是好喝吧？好喝。下次我多带你。而且这个酒啊，因为早些年没有宣传到位啊，就是说好多人不知道，非常的可惜。这个酒喝着呢，对，不炸口，不炸口吧？哎，我们喝酒的人说。入口啊，不炸口，顺一下，对对对，喝下去之后，有那个回，有淡淡的回甘，淡淡回甘啊，甜味。对，我老爸也特别喜欢喝这个酒，来来来，吃，有酒有菜，来来，别光顾着喝，咱们吃啊，别客气。嗯，特地点了一个这个羊头，我兄弟一个吃过。羊头啊，还没吃过，没吃过是吧？来兄弟，来给你搞一个。哎，我搞不了这么多。哎，没事，我跟我老爸一人一半，这个正好。来，你看这个羊头，哇！来，老爸，你要哪一个？啊，你要这个吧？你数啊，你这个大的，这个大的给你。好，来兄弟们，来尝尝味道，兄弟。你看这羊脑子，哇！嗯，好香，哇，不是羊肉，哇，烤的刚好，蘸点这个酱真的，哇，好香，哇，啊，我煮完了，那么快，我吃过买眼的话，这会儿我回去给你买，我再给你买2毛1毛2毛1，你先烤着。多买一点，我一天2包盐足不够。你这一天给你买1包盐，1天1包盐，不抽了，你抽那么多盐了？怪我几十年一天都2包盐，你叫我抽一包，我白活干了。白抽那么多，不是不让你抽，我说明天拿2包买。